Hello， 美人圈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豪，我现在人正在熊尿的红色工厂。过年啊，对，香水、口红、围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都蛮可以贴近妈妈的，然后我觉得口红的话可以让妈妈气色看起来很好，然后香水的话其实我蛮注重味道的，我相信妈妈也会喜欢我挑的香水。然后围巾的话，因为过年应该蛮冷的，对，最浪漫围巾、口红还有香水，哎，怎么跟妈妈一样的？跟妈妈一样，意外讲的一样。对，因为围巾其实情侣啊，你可以两个人围一条，所以我其实如果出去的话，通常都会带着围巾，如果有人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他围。那如果真的很，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，你们可以各围一条。对，我喜欢有点偏裸色或是大红色。嗯，对，因为两个感觉完全不同。我呢？圣诞节我很希望我可以在家里过吧，就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朋友可以一起过。但是我应该在剧组，对，在那天要定妆跟读本，所以原本是没有任何计划了。但希望大家还是记得庆祝一下，因为是圣诞节，买个礼物送给朋友。这么好，有什么感想？我非常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因为但最近因为真的太忙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赶着拍摄，所以没有时间和大家参加映后或是更多的互动，觉得蛮可惜。但真的谢谢大家。那你自己有看过了吗？看过，自己看过，就看那一次在釜山的，后来真的要看，一直没有机会跟时间。要哭吗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太紧张了，我完全在看自己的表演跟剪接啊，跟所有的一切，就是觉得哇，好紧张哦！大家现在有没有被感动到，还是什么的？还是这里好不好笑？这样，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把它想说它是一个多悲伤的电影，就希望大家是继续欣赏一个电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带着卫生纸，然后跟着你的爱人去也可以。希望我们可以遇到。好，